这个野区可能不是那么很好打的啊。进的这么慢，对面一定不会 A 接掏接平 A 吃药，先插个眼的。包工头啊，那行，来把包工头打野。下路跟我走。全军出击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这边来，这边来，今天就必拿他的蓝。回血啊！哼，好高，好虚弱了，没关系，先撤一手，再回来 ，A 接掏。啊！你说你今天咱谁也别走，拉人拉人，居然是蓝枪惩戒的，我佛了，我闪一闪，没抢过的，可恶啊！那 ADC 咋不闪现杀那蓝枪呢？好，好勾，好，小驴人来啦！我摁惩戒了，但他没出来，我没抢过他，我是真的摁了，你都没抢，我抢了，我摁了，我摁惩戒了，我向你们发誓，我摁惩戒，但是这一波我们赚了，啊，虽然我们没拿到 buff， 但是我们赚了。我只是被小驴人逼到了绝路，没办法。我直接用了这惩戒。一个不同的视角。就把蓝拿了。拿完蓝，我们去打河蟹。咦？蓝枪刷野稍微比我们快一点，嗯，我去，去打下路河蟹。哎，不打下路河蟹，直接给我干他来，工具的起飞 W， 扣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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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暗降临了，他们结果 W，他为什么还有闪呢？为什么他上波没交闪呢？吞掉他们的
来吧，蓝枪，我操你，打板妞，插个眼儿，把他三郎给他收了。上路没了，上路玩个落手，怎么能让盖伦给杀了？不太行啊。我们这把主要的战场就在中路或者是下路，因为下路锤石有控制。我先撤了啊，回家出装备去了。这得两把长剑，一双皮鞋，赶紧出门。无尽的饥饿。主抓中路，下波抓小驴人一定能抓得到，因为梦魇首先他六了，其次小驴人没闪现，俩近战，他想打他就得必须得交易，知道吧？这就是突破点。你要是想打野，你得分析哪个地方是突破点。下坡中路抓不死我吃死。小驴人来了，我掏 A W 飞，兄弟这怎么办？勾引一手，勾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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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放大 W 死一个，没事，他这没伤害，问题不大。梦魇飞来，好飞来，一掏 W A 一刀走了，恐惧到，漂亮。我打个龙吧。哎，你打龙，我打他蓝啊。俺俩分工啊，俺俩把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上。这回再打龙。应该没事，他们这里没有眼儿。没惩戒，不好意思。回血，走，学个抠，升级。往左边拉，右边没视野，省得小驴人不见了，你知道吧？他从哪出来，我们不清楚。这个小驴人可能是没有大招，我们可以小蹲他一下。这波这样啊，中路插个眼儿。去左边，有可能蓝枪往中走了，我们在中路蹲他，别怕啊，我在旁边。这边小驴人可以杀，他没闪现。不要动啊，也不要往左边走。我马上到，就杀这蓝枪来。闪现一掏 AW 溜，把他的后路给他断掉。
那蓝枪有大，我怕他跑了，你知道吗？落手挺笨的，还打不死。回家了，出装备去。这还交闪？你刚才如果不交闪，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局面呢？就是蓝枪有大吧，他往后退，落手追不上，我们先溢上去，然后后边有个盖轮过来集火把我们秒了，然后我们闪现一交一换一，或者是打不死，这没啥意义，你知道吧？找闪吧。你咋那么装呢？兄弟，啊，你咋那么装呢？你跟我说你装什么？啊，我能让你好好吃兵吗？你觉得我能让你吃兵不？能不能？你跟我说句话，能还是不能？你能不能吃兵？你还要吃兵？赶紧给我把E交了。再吃兵啊！再吃兵！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哎呦我，他还不回家了，还要吃兵。波尔比来了，两个人干什么呀？留个眼儿，哪有眼儿被我排了？他也不是傻子，你说他能放了一个眼儿之前还有个眼儿吗？你会往同样地方放两个眼儿吗？那眼儿我都让我排了，不能。我掏你一下，我一掏 A W 大过来 A 接掏，把中塔给他拔了，漂亮，四个塔皮把他拦打了。着急，小绿人搁旁边没事儿，杀蓝枪，这一下的事儿，没事儿，你打他呀，你咋不打他呢？把蟹打了，蟹打完我们打龙，其实我这波要不是偏团队啊，我就直接把那蓝枪的红给他打了。梦魇是不是要死了呀？走，找着波比去。走的有点快呀、啊，那说明可能是附近有眼儿。
那蓝枪才八级。俺们这把出水银海吧。漂亮。这还想 MVP 呢？ MVP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，你看打到什么时候？我还没开始杀呢，现在游戏就已经要结束了。接刀，这吉亚死不了，开大，跑高 ，W 闪现，一刀套成界平 A， 我赶紧升个十一。三个刺儿，减速，捡灯笼。把这眼儿给他排了，刚插个眼儿，给他排掉。捡灯笼 ，W， 打个蓝 buff。这位置我估计一直应该都没有什么眼儿。哎，这是怎么中的？拉克斯先打万溜，不着急上啊！我们着急上的话可能会死。先在远处打万溜，然后剩蓝枪一个了，我们过来掏他一下。给我把小驴人给我杀了，我个收集者，三千，不知道是充电器坏了还是手机坏了。
那是我的充电器呢，充电器坏了吗？我射死他，漂亮。这里有没有眼儿？三二一，跳！畏惧虚空吧。哎呀，没什么人头啊这。打大龙吧，不行，对面也不出来。我们这拿人头比较费劲，他们也不出来。算了，拉倒吧，今天不用了。为什么戏命师有魔切呀？我 W 了你呀，这都没中，我 W 了你，太追呀。我 W 了惩戒刀，算了，我就不跟他换了，不合适。闪现一掏，打不溜，没死，差一下。哎。